是一种生产度极高的热身运动，主要功能在于训练体前条身体各部肌肉及关节，使其具有柔软性及韧性。请看侧眼，稳住，立即前扑。 前扑，身体着地前，以大臂加以胸前两侧，支撑身体全身重量平卧于地面，训练个人弹性。举起胳膊，抬起来，双腿，后边我看不到哎。前进，俯卧打水，对，俯卧打水是以步步为支撑。 双臂、双腿同时上台交叉摆动，皆训练手臂、腿部及腹部之肌耐力。下一阶，仰卧打水，预备。仰卧打水是将身体仰卧平躺，同时弓头，双腿上台交叉摆动，皆训练颈部与双腿之肌肉耐力。 伸举，逐渐触地，两手提升与两侧，继续练背部肌耐力与柔软度。下一阶，手足并起，手足并起，弯曲身体，双手前摆，双脚向上抬升。 继续腹部及腰部之肌耐力。下肢，外部运动，预备，四、五，腿部运动是由上半转动，腿部偏于腿部动作，继续展腿部之肌肉。 双臂向上伸直，双手交叉握紧，上挺前屈，继续练背部伸展度。下一阶，跪卧腹，干动作。相动作难度较高，请各位长官来宾给我挖人弟兄热情掌声。 将身体撑起，主要是在短时间内达到热身，一力执行水中各项任务。下一阶，仰卧挺身，预备。仰卧挺身，将双手、双脚同时挺起，支撑身体呈弧形，继续练双脚肌力及腹部之伸展度。 集体动作，中央五分钟。
掌声，谢谢两支中锋大队所带来的精彩操演。最后的压轴操演是由我们陆战举球队所带来的操演，掌声欢迎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最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